另外一种我们今天是红病毒。好，这个红病毒啊，红病毒是怎么回事呢？红病毒是用红语言编写的，可以在一些数据处理系统中，主要是微软办公室自处理，还有电子数据表。自处理是 Word， 电子数据表是 Excel 表，那其他 Office 系统存在于自处理文档，数据表格、数据库、衍生文档等数据文件中，是吧？利用红语言功能可以将自己复制并繁殖到其他文档里面去。一段红程序可以复制在一个文档的后面，叫寄生，可以从一个文件拷贝到另外一个文件，叫传染。存在一种红程序可以不需要一个干预而自动执行的机制，叫控制权。红分为两种啊，一种是什么内嵌红啊，一种是属于另外一种属于 Word 应用程序。这是一个红的一个打开的一个文件，这个文件我们看不懂，除了上面以外我们就看到一个是一个 Server 文件 Open 是吧，打开文件，然后我们出现一个 Message 欢迎光临等交大学是吧，然后呢有个零一个测试是吧，下面就是模块名啊，这是模块名，然后是一些调度助手啊，还有 icon 啊什么东西是吧，一直在获得第一次空间以后，你想自己写到这个模块里面去了啊，去这个模块里面去，这个点 DOP 呢就是这个 Word 的红病毒这个模板啊。那么红病毒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机病毒啊，病毒会感染点 DOC 文件啊，高模文件啊，红病毒通常从波波打开一个带红病毒激活它啊，其实它有很多文件啊，不过 Auto Open 啊 ，Auto Doors New Ox IT 啊，好，这也是一个红病毒，设置一个关闭啊，设置一个关闭，它的关闭是什么回事呢？显示它首先这个关闭很厉害啊，它直接把这个显示啊。它的错误啊，重新给你设一下，因为错误有提示嘛，就是用重新给你错误给你提示一下啊。然后是应用的这个显示报警，给你关闭掉。啊，就是我们有那个报警是吧？但是上以后呢，它首先就给你关闭掉 application 点对 alerts， 给你们发发 mail， 不报警是吧？不报警。然后呢，这个什么应程序的这个中断呢，中断现在也给你干掉是吧，没有缺失，然后显示上来呢给你两个 false 看不到对吧，然后病毒保护了改成 false， 上来给你改了好东西了是吧，改好东西，然后正常这种显示说也没有了，也给你改成 false，这是什么病毒的自我保护，所以我们说病毒感染之后你是看不到的，你是应该提示我呀是吧，那你关掉了是吧，这提示关掉以后呢，你的病毒感染的时候你就完全不知道了，这就是你病毒做好一个很好的嘛，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隐藏措施啊，就把自己给保护成好了是吧，啊，然后呢设置这个 DOC 啊，是这样一个文档啊，取当前活动文档中的一个组件集合，设置 Word 为 Word 模板的组件集合，这样子啊。然后呢 ，const 就是说设置一个文件名叫 pj2.sys 啊，设置这个 const 的这个病毒名称 active， 然后这些等于就是将当前代码导入到这个文件里面去啊，啊，这个。然后是 for i 等于一等于 tmp 点 count 啊，如果这个文件名等于它的话呢，就看这个检测这个模板是否已经被感染了，那看这个文件的模板。好 ，for j 等于一到 doc 点 count 啊，看 if 这个 name 等于这个 what name， 连检查当前文档中啊和文档是否被感染啊，以文档一个模板，如果这个模板没有感染，就是基因感染，是吧？就把这个地毯这个文件保存保存啊，自动保存模板啊，以免用户引起怀疑啊，自动保存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这张文档没有被感染，这个文档没感染，你把这个
把这个文件跟病毒放这个文件里面去啊，也是自动保存，自动保存啊，不让用户提示，然后 end user， 就要打出一个 magic box。好，那么红病毒的这个传播的极快，很方便啊，操作性啊啊。好，那么这个红病毒呢，也是近年来谈的这个东西啊，比较多啊。就是同学现在也可以进行这个感啊，一般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查看是吧？查看是 Alt+8，Alt+1是编辑啊，嗯，查看核代码就可以删除掉，对吧？可以删除啊，还可以禁用红，禁用这个自动红是吧？这不是指挥属性。还有这个红的话呢，这个模板这块可以进行这个密码保护，是吧？对对